传说呢碗牛肉面，非炼武之人吃不得。练武要集中，块面要放松，堆脚夹到实，跌低唔核突。哇，全民嚟啫 ，Fisherman Look， 你使唔使咁认真啊？Fisherman 系咪轻轻哈嘻？我哋就唔知啦。但读者零三爆相爆片，真系话佢去咗台湾，又会台妹啊！老远过嚟梗系食嘢啦。零三话佢哋一行有四个人，玩得好小心，只系好似饮醉咗，个样迷迷糊糊咁咋。嗱，想知呢个台妹乜料子咧？日前我哋就有另一位读者爆料，话台妹系皮带大王千金王尚雲，佢曾经被指介入白欣慧同埋前篮球明星毛嘉欣嘅恋情。上个月承认同男方分手五个月，结束三年情。读者仲话 Fisherman 早排去台湾拍春娇救志明，有次 gathering 识到王尚雲，佢哋即刻极速过电。就算 Fisherman Love 拍完戏啊，都频频飞台湾蜜会旅游。嗱，原本呢段恋情咧冚得密密实嘅。点知佢哋日前去朋友 gathering 影大合照嗰阵，情不自禁 ，oops， 咁就恋情曝光啦。早几日 Fisherman 喺香港庆祝爸爸生日，有指新欢都有到噶。我哋有求证过，不过男主角就话流料，佢都想有个女友带俾爸爸见。至于女主角嘅经理人，亦话佢哋系朋友。王尚雲嚟香港只系探亲，不过经理人就冇正面回复佢哋两个有冇见面啊。